就算我的脚手无优点遐尼厉害，也毋过我用我家己的方式来做你的最强老爸。我想哦，我若一直踮你个遮哦，你会感觉无自在啦。无，我先来走。你是踮去倒位啊？虽然讲我到厝内人变面，啊，毋过我是有真侪资源啦。我会当去大饭店，啊，若无，我会当去海边小屋啊。所以哦，你毋免烦恼我啦。你哦，较早休困。爸。你不是说要听我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不是要听我。第一你你都叫什么叫我？我啊，我没听清楚，你敢会当再讲一摆？爸，你终身，终身怀疑你我，你终身怀疑你我爹爸爸。我不是一个不知好歹的人，你对我付出，我让我感受到。我足欢喜的，我今日足欢喜。你甲厝内人比拼，伊一定去找你。不管是海边小屋还是大饭店，伊拢会当找着你。瑞奇，伊在遮。啊，我对伊哦无顾虑，所以我袂予伊艰苦的。而且，你毋是讲你想要付出？你住遮尼远，是要安怎做？敢讲你只是嘴讲讲尔？当然不是啊，我一定会做，讲会到，做会到的啦。是，你今日愿意跟我相认哦，我其实人已经无危险啊。哦，我听你的，我一切拢听你的。是安怎？我即马变成无人要挃的，你想要放弃我是毋？恁即马有吴志玉这个客查某囝，会当利用伊甲吴信贤抓条条，恁就想要放弃我，叫我为母甲退出？那呢？我这几十年的青春，我这算啥？是咪你卖误会啦？我甲恁爸绝对无这个意思，我是唔讲你尔，唔免讲啊，遮尔好听。爸为着要甲吴三集团联合，把我当作妓女送去木家。今嘛吴信泰拢无法度做继承人，变成吴信贤有机会啊，所以要甲我换掉换吴志玉啊。我都甲你讲唔是安尼啊，佮讲唔是。那无恁来私底下再去甲吴信贤讲要取消廖梦这个婚约，这部剧你不是早就想好啊？我是不是要甲吴信贤交往，甲是不是要继承吴三集团，一点仔关系都无。白银都去予你占去，你阁假装心路同款，你真正是野叫阁野话呢？好啊，你若是真正无要紧吴信贤的身份地位。
那安尼，你即马就委婉到死出去！再看你失去望海金融这个客糟糕的身份，吴信贤是要跟你私奔，伊是不是会放弃继承你的位置？什么呀？这个真无想期待啊！是你自己抓一条陷害的心，唔只会不甲今日即款救命，你管即件要创？我这个亲生查某囝，要把你这个客查某囝赶出去，你得唔敢嘛是？啊是讲，应该让你这个客查某囝把我这无路用的亲生查某囝赶出去。爸妈，我现在是想袂到，我只是用一对客白客母尔，煞造成恁这么大的混乱。我若真正搁留伫个遮破坏恁的感情，那呢，我有真足白目的。是的啊，这段时间给恁照顾啊，我先来走。啊，姐哦，姐你快走啦！妈，秦敏哦，伊发脾气，那是因为心情不好，跟你无关系，不是你的问题哈。没走就紧走，哥嘛老你是假好相看。姐哦，你明明走啦！姐哦，姐哦，谢总监，你给我谢总监，你再给我买东西来。什么呀？你怕我？什么？我这个，你来怕我倒来啦？我不是条钢铁啦。神明啊，你们哪样的跟你妈妈 QQ 打打啦？你不是因为我干嘛 QQ 打打才怕我？你是因为我把个吴静挂出去，你才怕我？都是你，都是你害我妈好晚都怕的。你，是你让你哥哥挡住了。你，你是吴天吗？爸妈，其实神明阿姐伊这样讨厌我，那是因为伊唔甘愿家己的爸妈去用枪走，这完全是会当理解的。恁对我的疼痛，我真正是感觉足感动嘛，足感谢的。所以，我真正无想要阁继续留伫遮做些恁遐尔大的风波。静瑶啊，什么英雄都是安尼啦。当官要无甲教好，你莫坑你的心态。静瑶，卡苏连你，我要离开阮这个家，那日我甲恁爸，真正足艰苦的。我太太，什么甲英雄，甲你回事嘞？买了买了，你这样有没代志啊？我真正，我真正看我就感慨嘞。我就希望，就希望你进门，会当好好到底。啊妈妈，你别哭，别哭啊！好啦，我尽量做啦，好不？有你陪说完就好啊。心里若是落你一半码代志就好啊。真正是我甲心歹去啊。总讲一句，不管心命讲啥，都莫去影响着你。好啦，你嘛较早休困嘞。伊回来会找汪依林取阮的位置。看起来武当的要把王爷的心聊掉，比做太子爷还阁真吃力。不过武当的身体无好，万不利多一天伊若真正倒嘞，吴信贤就继承武山集团，安尼恁就真正互边缘化。无怪，无怪阮爸会这尼啊赶紧想要把吴信贤救过来，
而且佮为着信贤，令吴金玉做客走囝，一直巴结伊。啊，看来阮爸真正想要放弃支持信泰啊！啊，只想我是要安怎才好。其实你讲唔对啊，恁爸唔是为着要支持吴信贤，才令吴金玉做客走囝。难道伊是为着要捧吴金玉，伊才去支持吴信贤？这令他母唔对。这有啥无共？拢是共款的代志。当然无共啊！只要吴金玉卖嫁给吴信贤，恁爸就要支持吴信贤来做继承人，伊就继续听吴信泰的口令啊！你讲唔对啊，爸！吴金玉只是一个客走囝，伊哪会比信贤搁较重要？因为吴金玉唔是客走囝，是伊的亲生查某囝。吴金玉是迄个死去的小阿姨，我唔对，我甲阮爸确认过啊。伊讲伊当年在车祸现场，伊有看到陈忠信在车顶甲心仪抱走，所以吴金玉就是心仪。不过那真正是，那恁阮爸就直接讲讲就好啊，那就安尼黄爷爷吧。这我嘛唔知影。啊！不过，阮爸有交代我，这件代志千万免讲出去。可能是当下有甚物无得公开口讲，有可能是因为陈忠信，还是吴金玉有甚物袂当公开的过去。非得是甚物原因，我还过来调查。啊！不过，连满档的这样丁正的人拢确定啊，反正伊早就偷偷去做过亲子鉴定啊。莫怪林克早惊伊讲，我卖甲信的药啊送予吴静玉，而且伊阁靠我这么伤心，连阮爸伊嘛敢做唔甘的。一世人，我只有看过一届阮爸有这种情绪，就是伊抓准讲阮妈出车祸会死的迄段时间。原来吴静玉是阿公的亲生查某囝。妈，莫怪阿公哦，今摆我都无爱继续疼惜你啊啦。那后摆是不是会赶出去？以后是不是会变孤儿啊？因为你唔免惊啦，你阿公也是去疼你。对伊来讲，恁甲吴静玉哦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阿公那边哦，你唔免惊啦。是安怎免惊？阿公今摆爱吴静玉甲阿叔结婚。就等于是要把我这帮赶出去，靠我爸赶快落座嘛。所以啊，我讲的重点就来啊。只要吴静玉卖给吴信贤，满档的就袂支持吴信贤做个承认。咱只要想办法破坏两个人的感情好啊。对，吴静玉爱别人，甚至讲甲伊的前阿罗家风破镜中影，迄拢一样的。吴金玉爱上，阮爸就停下，绝对袂当是吴信贤。嗯。第二个重点，虽然吴信泰家己的财产拢信托汪依林啊，不过伊手头还佮武山集团勾分，迄是袂当上人的。要想办法，把这个勾分转佮你，也是伊的名下。安尼，你才有实力。会当控制武山集团，因两个兄弟手头股份应该是袂少，甚至吴信泰股份会搁较侪。既然伊无愿意用这股份做武器，你就把这武器抢过来，争取继承权，稳住因的位置。不过，若是转伊股份，阿公一定会知影啊。这我想办法，喊人讲了对。咱就要代替恁爸，才嘛继承恁的位置。若是讲失去这个位置，咱才是真正什么拢无啊。